音乐先锋，随雨争锋，欢迎大家收听音乐先锋榜，让我们接入音乐人。我可以推荐一下正宗的粤菜餐厅啊，肠粉啊，烧麦啊，虾饺啊。我是主唱小四，小四，贝斯手小佳，小佳，鼓手齐妹，齐妹。哦，你在笑什么？下一站乐派，希望你们旅途愉快。爱你，然后愿你爱我。恭喜李吉吉将加入路演演出。他们身上都有非常可贵的地方。我们喜爱音乐人在一起，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开心、很快乐。相识是缘分。我觉得那个感觉太美好了。京东好物超低价，瞬间省心送到家。本节目由多快好省的京东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联合自制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就感觉好像还像昨天一样。还蛮期待的，在这一次最后一站我们能一起玩一点什么。最后一站了，希望所有人都把音乐做得很好，气氛control都做到最好。我很期待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演，我们这个乐派里面的这些人都能释放出什么样的能力来。最后一站了，大家都是想呈现出最好的那面。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些感慨的，就是哇，最后一关收官，来到这里做最后一场演出，那种心灵是充实的，是很满足的。一趟冒险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终点。早安，我要给大家做早餐了吗？很开心，最后一次拍摄了，我要给大家做一次早餐。我觉得我一直在节目里特别幸运，总抽到那种特好的卡，然后我们四个小伙伴他们对我都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为大家服务一次。嗯，哎，我点的早餐呢来了。我来摆。就是其实非常简单，牛腩面点心，再配一个甜品，然后有凉茶。你们敢吗？我喝了一瓶的。真的？喝。这个是我的了。很好喝，实测实测，这个太好喝了，好舒服。哎，多一个。五，现在六碗了。嗯。
么说呢，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会经常看到听到的明星，然后就会那种很惊慌失措的感觉。哇，我感觉要见到很荣幸啊，也是小时候在歌单里必备的一些歌的原唱。嗯，还蛮期待的，除了见面能在这一次最后一站一起玩一点什么。对，我现在去找他们。动感女孩 ，Hello， 要起来了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Hello. 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动感女孩吗？我是万宁的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祖儿。我知道。我去那边叫他们。祖儿姐太漂亮了吧 ？Hello，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，Room service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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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啊！我也经常在电视看你。哇哇哇！你好，早餐你准备好？等一下我们一起去。我再叫他们一下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你如果叫不动他们，可以来。你过来，过来洗澡吧。OK。没有，你自己一个房间。一个房间。真的住在这里吗？真的住在这里。哦。你最珍贵，你有练了吗？这我现在一直在听。对，好难唱哦。对，因为是 ，Hello， 暴躁小子，小子 ，Hello。哇，这么急！准备好早餐喽！哎，喂！哇！哦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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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那我们要还有一个 ，Hello。哇 ，Hello， 早餐已经到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们出发吧。祖儿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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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答应了。东哥辛苦了，是早餐卡对不对？太辛苦了，哇哦！辛苦。请坐，姐坐中间来。哇，东哥，这全是你做的？这不是我替你们点哦。有特别设计吗？特别的设计啊，嗯，就是。你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祖儿吗？对，我也第一次。我很开心。真开心吗？嗯。花花姐，我第一次在春晚上看到天使下来了。因为 MP3 那会儿都是下载嘛，互相传，就是一定会有祖儿姐的歌在一个歌单里。谢谢。嗯，我也是小时候就是看电视。对，谢谢。我小时候就是听亚东哥做的歌，所以我们都是不同的 generation。对，嗯，而我对祖儿印象最深刻，我们参加一个颁奖典礼，然后祖儿一出来，哦，那个他所有的动作都很到点，然后很到位，你才知道哇，很厉害。散发出来的那个舞台魅力，反而我最深刻是你那次踩我的裙子。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那天？我的印象怎么都不是舞台上的？那老师，你们接触的第一个印象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祖儿和当时的女歌手非常不一样。他非常有爆发力，然后他的声音非常多摩擦。为什么你当初没有告诉我你对我的？亚东哥，听说他说原本以为是唱歌的节目，对对对，结果来是吃吃喝喝。对，还没讲完，还有捕鱼，挖藕，抓猪，吃粪，吃粪，吃饭，饭。吃饭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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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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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没有没有吃饭。哎，不要喝你们的东西啊！对不起啊，
我精心准备的啊。哎呀呀呀！哎呦，走走走！哎呀，走走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别管别管，最少喝这么多啊！一口啊，一口来。别留啊！Cheers for 东哥的早餐，兄弟们，冲！哦，刀不足了，走了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茶，压 C 梅。压 C 梅。嗯，二四味是一个凉茶啊。这是茶吗？凉茶就是这样火的，是广东才会有的一种饮品。对，我发现你们大家都火大哦。好吧，猜拳输掉了要干掉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出剪刀吧。好，解说不。哎，你怎么真出剪刀啊？你叫我出我就出了。喝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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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掉。我觉得你最近有没有熬夜？有。你就应该喝，把它干吧。好。主人今天来了广州站，粤语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好想学学啊，因为我们的录音还唱粤语。真的吗？哎，没问题。你们想学哪一首？二零八零，每日一八零。二零八零，每日一八零，是不是这么唱的？每啊那个每日每日每日。首先，这首歌叫《每日》。每日。每日每日每日。鼻音不用不用那么磨。每日。我们每个人就把自己要唱的两句给祖儿姐，我帮你去校正一下。对对对，我就先了哈，好紧张的，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。从前用坦克一发钉，哦哦，今天不用心声。老师都笑，怎么了？我用那些黑发钉。哎，很好， oh. 哇，你看很好。我用那些汗发钉。你打试一试，你打试一试。他不需要保险，刚上过发动汗钉。哎哎 ，OK 哦。哦，你打。特别好，很好，特别好哦。你教我一下。热力发电。热力发电。每力也发电。每力也发电。哎呦。哇，你看。只要轻抚我相肩，只要轻抚我相肩，轻抚你双肩。对，我听懂。那我后面吧，声啊深入生我俏脸，够爆发了。够乜嘢啊？个爆发了，电脑里老李英，是这样哈？李，那你能教我一下正确怎么读吗？亲一亲，亲一亲，对吗？系我俏脸，俏脸亲。亲一亲我俏脸，嗯，系啦， okay. 就爆发了，就爆发了，电流烈焰，电流烈焰，烈焰，烈焰，喂，大家一起来吧，
京东好物超低价，瞬间省心送到家。本节目由多快好省的京东冠名播出。视频彩铃，让通话前的等待更有趣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一里八丁，每里一八丁，只要只要轻过我双肩。一里八丁，每里一八丁，天天总过一天。有了特约嘉宾祖儿的指导，乐派团对粤语歌曲的掌握更加得心应手。而此时距离收官也只剩下6小时了。我们先补妆吧。好，辛苦姐，拜拜。拜拜。祖儿先行离开，准备路演，成员们则各自回到房间。拜拜。把乐派之旅中印象最深刻的回忆亲笔留在纸上。也为一路同行的彼此留下寄语。如果夜晚适合围炉回忆，那早晨更适合远眺未来。今日围桌晨会，乐派团将共享这段旅途的回望与展望。我们好有默契哦，全黑，全黑。哎呦，搞这么悲伤哦！眼睛怎么打转了？我哭了，我装的。我要先看看照片。亚东哥第一次，哇！东北那场的那个编制是真的，让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好。这是怎么太搞笑？猪啊！猪啊，哦，有点可爱。真的是从一个不太冷的时候变成了，对，越来越冷，越来越冷。好的，去炫吧乐派一整季的录制已经进入了尾声。各位朋友们，回顾这一趟的音乐旅程，我们一共走过了4个地方，解锁了29首宝藏币。哇哦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每个成员心中的印象深刻的画面，请工作人员上下道具。这一看就是你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才画得出来这种东西。这在干什么啊？我们这在干嘛？看不出，我们居然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在干什么？这个很明显是东哥第一次在那里听我们的歌啊。哦。这些是拍摄人员在那里哈哈哈。哎呦！哎，但为什么我的脸宽那么多？这是事实啊。这是事实啊，死啊死啊。当时就是他在讲我们嘛，那你们注意到一点，我们大家都流着眼泪。欲哭无泪啊。那次真的太好笑了。这个真的我猜不出来，真的我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。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搞得这么没有辨识度，也是够厉害的。对，先告诉你，我声线很好哦，声线很好哦，声线很好哦。他歌词也写得非常好。不要让我第一集就哭吧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啊，我觉得我非常难哭。要讲不好的也可以，可是为什么连讲都不讲？好，下一个。哇哇，这个画的有一点点的，这叫画吗？哦，第一次见面，东哥一个人坐在那边，我们四个人坐在这边，这个中间的空间全部就是我们在那里讲的话。比如说妮达心里面，呜，老师说我没特点。潘师，不会有人没听过壁虎漫步。然后左边的 OS 就是东哥内心的 OS。 啊啊，好吵，我的天哪，我好难，很难啊，一帮青苹果。哇，这是要这我要怎么弄啊？
天的画面。哦哟，我的老天，哇！对，我觉得这个画的蛮好的。哦，这个有点，这个有点艺术哦。围珠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的印象是我是在最边上，你在最边上，那就是东哥，然后这是我，这是妮达，然后这是韦博。哎呀，他出来了，盘，给我盘他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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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重啊他。哎，他是快，又又。这个画面有点诡异哦。嗯，而且我们动作很整齐的在把小猪赶紧，现在跳舞了，对对。然后我们慢慢往这里围着，嗯，哎，蹲下，蹲下，蹲蹲，蹲下，蹲下，蹲蹲，蹲蹲蹲。来来来来，然后我们慢慢往这里围着，你俩不要动，你俩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慢慢来，对对对。有了有了，看到清楚，看到清楚，有有有。这也是个记忆蛮深刻的一次。要，东哥要，东哥要，东哥要。好的，这个应该是你打的吧？对不对？就是比较彩色一点，我们其他都很懒。哦哇哦哇，对，哦哇哦。哦，我要解释，我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是我的任务嘛，我是救命，我是一个废物，老子不行了啊！韦伯哥在这旁边。他就当时在想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想回家。真的？还早着呢。杰尼，杰尼说好饿，干完就可以吃饭了。要天黑了，好饿哦。咬一口48下。四十八下。然后这个是东哥，东哥说哎别，别，然后又说不出来。爱死。哥。哥，嘿呦嘿，不用那么洁癖。What's wrong？ 就是大祸有大祸。哦、oh ，哎，喂，那个别洗了。我还送了一个小的。喂，那个别洗了。是不是又长又细？对对对对对，哎哎哎哎哎。你别洗了，对，这也是一个名场面，名场面，名场面。对，好的，最后一个就是东哥的哈，哦，期待期待。我跟你说，我有预感，这个展出顺序一定是从最丑到最好看。你认不认同？一定是从最丑到最好看。对对对，hold on hold on，你说我画的最丑是不是？那是他们排的，不是我。东哥搞了个山水画出来不？啊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哈。哎，哇！这么画的这么好呀？哇，这个也太细节了吧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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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讲一下啊，就是画呢暴露了我们实际的心理年龄。我那个是2岁。心理年龄，在我们这里面，心理年龄最小的是艾斯和韦伯。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你们都是青苹果系的，就暴露年龄。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，嗯，就是我们在闽南的时候的那个拉着行李箱。闽南出来啦！码头我看到一个船，这个船就是去炫吗乐派，哇。我觉得小伙伴们同舟共济，海海人生一起炫。哇哦！不愧是红苹果。反正就是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表达了，我觉得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个时光，这个是没办法抹去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就是一条船。是是。让你起就起，让你写就写。四十一的船们，快来！得了，齐了。帅！我觉得最幸福就可以天天都像今天一样。
所以大家都共同承担，真的我非常感谢大家帮我。哎呀，东哥，哎呀，这你也帮我们超多的，真亏。你抖干嘛？你是颤音啊。好，乐派之旅即将告一个段落，然后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想要对彼此所说的话，我们就依次来看看吧。好。京东。好了，来看一下啊。哦。这个韦伯，春天得意，春天将至，啊、将至啊，将至来了，就是哇，因为我们俩其实非常像，也是很喜欢自己待着裹着，所以我就送给韦伯一个书，是我特别喜欢一个鲁米的诗集，叫《在春天走进果园》，我觉得咱俩接下来就应该走进果园，对 对，去放松玩吧，太好了，哇，是。耶、yeah! ！终于来到最后一天。他表面看起来不停的吃饭了，大大咧咧。我会想要就是瞬间移动。但是我觉得他内心是一个非常细腻、温柔的一个人。划过我心口的匕首，伤口无比般的丑肉。我真的是很喜欢他。哥，你有下颚线的一天就不用考虑减肥，开心快乐。对，我们是瘦胖子。你对我来说亦师亦友，我心中不老顽童。韦伯哥，大家相处时，我经常会忘记您大哥大的身份，希望没有让你觉得得寸进尺。你知道在念完感觉什么吗？写给长长辈的感觉。这是很浪漫的内心话，概括了从2018年到今年所有的爱。第一次见的时候，他很远，戴个墨镜，就感觉应该是在装酷。建立联系之后，就发现哦，他是一个很暖心的那种大哥。哎呀，谢谢！哎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哈！哇，都是这个肺腑之言的感觉。京东。Hey Journey, like.记得每口要嚼46下，不要每次，这怎么念啊？你怎么知道是我的？因为你字写得很丑，很丑。不要每次录影的时候撞我，撞到我是因为他常常会突然就是很想做一件事情的，偏要我站在这里，他就突然回酒店。这什么这是？哎哎哎！那下手就这样，哎，一直撞到，因为他是很积极的想把事情做好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个好的一点，对对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我觉得你会喜欢《公式之美》哦，《公式之美》哦，谢谢哥，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书哦，需要这本书，我希望你一直好奇下去。宫商角徵羽，五声调式，因为是中国的传统调式。哎，可以串联墨西哥的辣椒传到了中原。哇，你好有学问啊！这一次我发现你和我想法里完全不同，更沉稳，更聪明。哎，那就我先来。纯真勇敢的天使会一直守护在你左右，热血的儿子娃娃，呜。我第一次见到杰，你会觉得他有点狂躁，就感觉他是那种，就是出来就是那种，然后就是我发现他其实很细心，这个是他的猛男情歌吧，猛虎蔷薇这块的。就对大家我们其实算已经很熟悉了，我就不一一说了，其实我就说句心里话，这是我今年接的唯一一个综艺，然后在这个跟大家相处的过程中，我让我的心灵更充实。这两年就是特别封闭自己，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包括路演也好，做歌也好，这些活动，我就觉得慢慢，我感觉我被治好了，很简单，我感觉我被治好了。然后。
珍贵的友谊，收获了音乐，感受到生活还是很丰富，让我看到音乐更本质的东西，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我已经被治好了，我觉得我可以更开心的做音乐了。Sir, bro， 兄弟的力量，朋友的力量啊！谢谢大家。哎，去炫吧，乐派。好，该你了。好的，下一位。好的，那我开始看第一个，尼达天籁之音 ，Keep it up， 耶、yeah! ！尼达的话呢，在我听过这么多女歌手当中，真的是前几名。我赞同，真的，就是我会对这个声音是有感觉、有记忆度。嗯，我觉得他是我们这里面最独特的。对，嗯。包容已经不再是我对你温柔的缺口，只有好坏之分上微尘，化为。哦呦，觉得妮娜就是一种比较全能型的歌手，可以唱很多不一样的旋律的风格跟节奏，然后加上声音非常的穿耳。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告诉他，会有画面感，我觉得还挺喜欢的。继续做好听的音乐给大家，让。充满魔性的笑声继续，谢谢杰尼。我觉得妮达是一个非常多问号的时期，但是我希望把那个所有的问号都变成你的歌。谢谢，哇，万物静一静，谢谢。爱说不用害怕，焦虑自己不够好，善良的你会打动世界。Bro， 哦，加油吧，妮达。对，我一定可以的，耶。下一位，杨长青先生。哦，潘玮柏先生，继续你的臭屁，天下就是你的。有任何需要我的帮忙，一定尽力给你做，加油，杨长青。P.S， 快说加油，万妮达。浪漫在每一个去过的角落，带着音乐继续浪漫下去吧。Yeah, got it。浪漫不死，浪漫不死。既然大家都知道我这么浪漫了，哎，这个来电哈，哎，这个信箱写进来了。东哥，哎呦，画了个青苹果，懂事的青苹果，然后。东哥在他自己名字旁边画了个红苹果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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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为什么加懂事呢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集合的时候，我们俩是最早到的，然后我跟艾斯在一个湖边聊了几句天，让我重新认识了艾斯，而且我看到他有一天跟他爸爸视频，然后什么，我觉得他很难很难，就是青苹果，但是他真的超懂事儿。哇，好高的评价哇！东哥，换一个这个。艾斯是一个真的很懂得照顾人。哇，艾斯来吧，往下使劲使劲，啊，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！很有冲劲的男孩。来来来来，可以两个手比一个棒啊，然后喊个口号啊什么的。我觉得他很真挚。是那种会跟你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并且可以信任的那种。好好玩啊哈！好好好！哇，这辈子有几个搞音乐的被东哥按摩过？真没有。你抢我的干嘛？没有，你踢了我一下。所以我觉得送你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书，叫《只是孩子》，Patty Smith。哦，只是孩子。耶。哇，可以，感谢感谢东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京东，哦，到了亚东哥了，这一个是，韦伯估计是，谢谢你的智慧分享，希望以后可以合作音乐，要打折什么？必须免费，哇，太值得，太值得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受凉很多啊，受凉，你着凉了，受益，受益很多，受益，受益那些老师，就是老师是一个会去观察，然后会去理解，然后会去吸收，就是各个层面的一些细节，就或者最后我们要不加一个什么东西？比如说，噔噔噔噔哩噔滴噔，亚东老师他每次都能找到我们看不到的歌曲的点。哦，反拍反拍。八点零四，不准。这样，我先调一下音。从他特别专业的角度中，让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，哦，这首歌其实应该怎么做。试一下打反拍啊，一二三四。因为有亚东老师在嘛，我们会很安心。这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魅力所在。哦，一看这个绿色的就知道是谁了，青苹果啊。对啊，我故意挑的青苹果的颜色。奇妙的故事总在不经意地发生着，继续做一个自由的灵魂，在这苍白的世俗中吧。青苹果在你的身后一直注视着你。哦，我也注视着你。你后面长眼睛了，哥。注视着你，这太晚了。啊，永远自由。第一次湖南拍的时候，我没有下去挖。其实过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。后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无论怎样，我就是多觉得，哎呀，我一把年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比如换衣服了或者旱冰了，无论怎样我还是要穿了。我觉得你们都去做的事情我一定要试一下，这个是你们可以理解为向你们致敬。不是不是哥，我们四个小伙伴他们对我都很好，而且我越来越觉得非常放松了。哦耶，跟他们身上我也是学到非常多东西，应该活得更宽阔更投入，这个是我的收获。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了解我，让我觉得很敬我的心。我有一个东西送给你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，记住我们这一段旅程。这个是第一个那个海报上面的图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哇哦，谢谢。哇，太感谢了，妮达哈。感谢妮达，我会放在家里的。哇哦，谢谢你的照顾。很开心，跟大家在一起的这些记忆是很宝贵的。感悟感受被填得特别的满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们的色彩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很多事情我不太记得，等他来讲说啊，这个东西来，这个东西来啊，我没有这样做吗？但是我觉得真的讲到的时候都会就感觉好像还像昨天一样。不会有人没听过壁虎漫步。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享受最后一次演出，这是我觉得最快乐最快乐的事情。哦，收官合照，做最后一场演出，用尽全力去把它呈现好表达好创作好，希望有今晚路演完美的收官。321耶，今天蛮紧张的。其实我今天有在车里，本来不跟他们说话，其实我想让他们休息一下嗓子什么，可是他们还在说。来吧，笨笨子，我们要下钟了。欢迎他，准备下钟。啊哈！最后一天了，你看 rapper 走路一模一样。亚东哥一看就搞乐队的，这个步伐。哇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好大！哇哦，
打板。我为啥这么大呀？这个场地 hold 不 hold 得住啊？其实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有点害怕的，因为大部分是翻唱嘛，我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把人家歌唱坏了。但是我看到我在唱的时候，有人真的在享受。唱对了，唱对了，我就觉得说这个成就感是，还是不错的嘛，就有这种感觉。你知道，有机会去唱到那么多的好的歌曲、宝藏歌曲、经典歌曲，我觉得那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就是因为越好的歌曲越有压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老师，真的拜托，拜托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每次做完到路演表演完的时候，都是挺有成就感的。对，一步步在寻找自己的猫，我是个打工仔。最后一次，我觉得我比之前几站都更有信心，更想做到最好。我可能要再来一次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大家都会为一些音乐上的问题执拗也好，固执也好，但是我觉得音乐人就应该这样。我追求的东西，我想要它是什么样子，它必须是什么样子。OK, one more time。里面前面两排根本听不到，是吗？猫果是糊的。哥，刚才那个 OK 吗？听我说，不要每一个都下滑音 ，A 就 A 就停在这儿，不要。住偶尔有是可以。OK OK， 目的是我们这五个人共同的作品，最后一站一定要全力去做这件事情，不留遗憾。最后一站，大家都是想呈现出最好的那面，所以我也很期待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演，我们这个乐派里面的这些人都能释放出什么样的能力来。哦，可以耶！哦，可以。今天最唱最好的，你唱的真的。歌曲连排结束，谢谢各位老师。紧张，加油，铁子们 ！Good show, good show, good show, good show。一路走来真的不简单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叫做背水一战。雷吼雷嘿雷。观众准备入场，乐队老师 OK 了吗？我们现场准备三，给我留一段，你要唱的，对，老师要唱哦。二，一，我们是去炫吧乐派乐派团。这次我们一定要献给大家几站以来最完美的一次路演。乐派的，我们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走。欢迎来到去炫吧乐派广东站，有请我们广州优秀的音乐人王牌计划乐队。这是 Project 王牌计划的现场，欢迎你们。这个礼拜穿上 Jordan 5，能不能回到未来？比他精彩，带上我的 Walkman， play the burning the vibe。I believe I still can fly， 在黄金年代，动人的旋律浮现在脑海，好像巴巴巴拉巴巴巴拉，动感的节奏 make me high。Don't know why, but just sing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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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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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有人说爱 retro 的男孩不变坏 ，Girls for life， 因为有爱与情怀。我这儿，
法思想 PA 力唱復古節拍翻到上個世紀，想跳舞嘅就快跟住我嚟 Bilibala 邊度 FIFA 拗個領卡 Jack Snicker 低調奢華，我哋叫叫叫叫到叉跳跳跳跳跳炸 Yo 讓我看到你們的手 OK I wish I could to dance with you What's up love from the retro只要你能跟着我的节奏，你就能感受 retro。非常感谢来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王牌计划乐队，掌声送给他们。京东好物超低价，省钱省心送到家。打开京东 APP 购日常生活所需，新人更有1元超值购。欢迎大家来到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去炫吧乐派》，最后一站，我们是去炫吧乐派团。大家好，我是乐派团的 ICE 杨长青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，谢谢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温妮达万妮达。大家好，我是艾弗杰尼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亚东。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去炫吧乐派的音乐总监刘佳老师，中国百大 DJ 卡卡，还有我们所有优秀的乐手老师们。我们最后一次路演的主题光辉岁月，这个月呢，可以解释为音乐的月，也可以解释为广东的月，也可以是我们乐派的月。从第一次录演到现在，我们乐派团也收获了很多的乐还有乐。哎，来到了广州，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？大家非常热情，热情。对粤语，所以我其实 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先把粤语讲糟一点，等下我们唱歌的时候你们不会觉得太怪，好吧？好，东哥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广州给你的整体感觉是怎么样子？当然好了。然后那个，这一趴刚才没人给我呀。没关系，我们习惯 freestyle 了已经，哥。好吧，反正我就觉得和你们四个小伙伴一起玩走南闯北，同舟共济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大家在一起玩，希望大家能够开心。嗯，谢谢哥。那接下来我们乐派团全体成员共同给大家演唱这首《魅力》。
准不准？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接下来我们演唱的就是乐派团成员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是在讲打工仔啦。我干嘛呢？东哥作为半斤八两的主演，解锁的时候，他从我们五位里面获得了这个律师高级合伙人的头衔呢，还有荣誉。对。我小的时候的理想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但是在整个律所的工作的一下午，让我觉得人生最高境界应该是节制的，同时是可以解决问题的。然后我觉得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解决麻烦的人，永远不要做添麻烦的那个人。接下来有请乐派团所有的成员一起来演唱这首《半斤八两》。这边的男士都会唱，所以拿出你们最大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还有那边的朋友们，为生活努力的人都一起唱。从前应该打工仔，阿父工作一生也也外海，天天转身很想一组正轨。来的吗？我是打工仔吗？我烤肉带那，我羊肉带那，于是摆脱我脖子带那，我勤劳致富不卖牌子牌子，阳光乐观一定当上老板，我保持小人我比谁都好看，把冰条上我太伤头，丫头子追那不当小光头。小人物怕呀怕，怕呀怕，找呀找，那又有什么大不了？切记了哟，切记了哟。为生活慢慢四处寻找，又被困扰，但前进难迈。Let's go！ 从前应该打工仔，相信相爱奉承家的存在，彼此一家那用风高雨低，又无甚多鼓励。什么样？我只想找自己的节奏，用力在奋斗着，只用传说，一步步追寻着自己的梦。我是个打工仔，傲娇的打工仔，努力的一生的打工仔。看我的前程，你不用去猜。打工仔，哈佛工作一生呀。好的，来到广州站收官站，我们当然有特别大的惊喜，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广乐荣耀荣祖儿。
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艾斯很爱唱歌，也很爱交朋友，是是是，对，他一直都很想要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好机会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反正就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，跟您一起合作。那我们今天选了一首什么歌？哇，这个歌也真的好有挑战性，因为它是来自张学友大哥的《你最珍贵》。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很特别，因为就是我是第一次唱这个歌，我也是啊。是啊，我在 KTV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唱过这首歌，虽然这次不是跟张学友唱，可是跟杨学友，杨学友是杨学友，冰学友也可以啊，对，张学冰也可以，对。就是你会就是听到那个音乐，你就感觉到张学友的兰花指就在旁边。我这个是冰纸。为什么天气那么冷你都满头大汗？因为我好紧张，我刚才没有很少看到艾斯这么紧张，好不好？艾斯千禧年的时候，你那时候你是在做什么？我那个时候在做什么？我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那个时候才4岁啊，这么年轻。是是是是，可能在玩泥巴吧。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。你们在2000年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那会儿8岁，我6岁。其实我们并没有问你们的年龄，那你当时在干嘛？那你多少岁呢？你说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十
八九岁吧。八九岁？啊，当时我二十了，当时我二十岁。你也二十啊？啊，当时二十啊。你八零的吗？八零啊。我也是。哦、真的假的？哦呦呦呦！哎呀，舒服多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来吧 ，Happy 两千送给大家。耶耶耶！把手举起来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。喜欢的时候呀，快点见面；不喜欢的时候就改天再见。快要到两千年，还有什么出现？只要能在梦前开个 party， 十二点拍照片去怀念。昨天我多么今天希望的更多，昨天我爱过，今天能爱得更快活。不管有什么能够继续就不错，你和我。什么不会变？因为不会变，依然会变。只要能继续快乐见面，只要继续快乐做实验。快要当千年，还有什么出现？只要能在梦前站到泰山就表演，创造爱人就场面。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Everyone， 目标 ，body 是乱了节奏，不用再理，快来不开心的举起手臂，把后悔担心都塞进抽屉，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。诺言既然没有变，注定两千年可以再见面。爱情永不变。去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过一天变一变，爱情永不变，一瞬间一整遍，一去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我觉得每天都要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也祝福大家都开心快乐，好不好？歌词里面是"过一天变一变，爱情永不变"。那在一段爱情里面，怦然心动的感觉是一直不会变的。讲到怦然心动，我们乐派团这一次有一位成员在这一次的任务当中真的特别害羞，他就是潘帅。每天当我睁开双眼，看见幸福就在眼前。哎呦，说到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有一首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叫红茶馆。红茶馆
黄家滚这种原版中呢，它有一段粤语的对白，那个是它的经典的一个部分，请主儿示范一下。你在想什么？想你女朋友呢？你没有女朋友当然不信啦，没理由的。你几好啊，怎会没人喜欢啫？或者有你不知啫。那接下来有请最近一直在怦然心动外加一点脸红的潘玮柏，哈哈，带来一首红茶馆。红茶馆情侣就这么依依内患每旧梦，跟你一起慢慢喜欢日内对门，你身边伴情侣一般，爱与我难离，对你在乎都背中门铺，是你这步未令未想中内恋，惩罚你来后本想不孤孤，红茶馆清晨我欢呼，怎么你在改到一个新的，对，我们把一些经典的歌曲、宝藏的歌曲，然后做一些二创，给大家一些新的这个风味跟感受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接下来这一首歌，哎呦，接下来呢，就是祖儿姐的 solo 歌曲《心淡》，送给大家，《心淡》三堂。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，连受苦都甜美，慷慨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，英俊但却挨不死，有去之前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，很谦卑，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，连自尊都忘记，跌到极麻木，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，就会有转机。若我不懂憎你，如何离别你，亦怕不会飞。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，春风秋雨间，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
心他肤浅，真的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，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分数十万，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。春天分手，秋天会习惯，苦冲开了变淡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很谦卑，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，连自尊都忘记，跌到极麻木，只好相信，又再爬得起，就会有转。我不懂憎你，如何离别你，亦怕不会飞。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，春风秋雨间，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，慢慢的心淡，肤浅长淡，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，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。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，春天分手，秋天会习惯，苦冲开了变淡。谁想我再变化，只怕被逼一起更碍眼，往后这没未假，只爱自己虽说不太习惯，毕竟有限，就的尖叫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让祖儿先休息一下，刚刚带来这么棒的歌曲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，好不好？激动。接下来的歌曲呢是艾福杰尼的，这首歌叫《我结婚了》。那接下来有请提前接受结婚预习的艾福杰尼带来的《我结婚了》。谢谢。我成为 better man， 扎起领带那一刻期盼。I understand that moment has come， 透过缝隙忍不住的看，有我对未来的期盼。My girl， 也许你让我成为 better man， 看到水晶反射在地板。I understand that moment has come， I waiting for you， girl。那一可相拥，我结婚了，红红心花，闯闯风沙，稳稳错嫁，傻傻的你，傻傻的爱，傻傻爱吧，再怕蛤蟆，森林顺发葬雪发，我结婚了，能我爸爸，问我妈妈，陪同错嫁，云去烟你莫走嘎波云。走到蛤蟆风云头洒，陪我飞奔后马，有一双娃我能给做马，跨过
散发、哦、我结婚了，浓红散发，装装粉刷，纷纷作假，谁曾心痛，谁曾牵挂，谁曾责骂，不必牵挂，更要云裙托付他。我结婚了，等我爸爸，等我妈妈，陪同作家。女孩的青涩很富，刚头模样嘛，贼悍嘛，风雨投洒，陪我飞奔后妈。谢谢，谢谢新女士，我爱你。谢谢杰尼刚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。那接下来是要表现这个叫《轻轻的告诉你》。我邀请了 Venita 和我一起合唱这首歌《轻轻的告诉你》。如果你会唱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吧。让我轻轻的告诉你，天上的星星在等待，分享你的寂寞，你的快乐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让我慢慢的靠近你，伸出双手，你还有我，给你我的幻想，我的祝福，生命阳光最温暖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。别丢掉了自己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烦恼总会包围你的，欲望也总在上跳，那些不经意的美好和失落总是令人想不到，所有的悲伤没那么糟，如果过得不说那么快乐去哪里找，幸福会将你包围，住在你的周围，住在你生命里的每秒，交集的朋友包括怨，那么其他的事情没大不了，对未来的自己道个歉，只要相信那么一切都会变好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。接下来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首歌，以往每次都是本站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对，但是今天讲的是本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。是的，我们从第一站原创曲虫虫飞，再到闽南的天黑黑，再到东北的东北歌谣，再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这首《两小无猜》。今天我们有大概统计一下，我们整季节目有多少首歌？我们改编的歌曲跟演唱的路演是49首歌。哦哟，你看，
加上我们的围炉创作，围炉创作我们做了1200，没有那么多了，我去看。你在乱讲，是15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。但是你知道，我回想起每一次这样围炉即兴创作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哇，时间太紧了，太难了啊！但写完唱完又觉得啊，洒洒水了。哎呦，粤语变厉害了！哎呦，嚣张。所以接下来请欣赏我们去炫舞乐派本季的最后一首歌了，两小无猜。伴娘总爱调侃，两人其实谈论婚嫁，不可能，谁愿意跟他？太愚笨，朋友不是亲人，幸福来敲门，已经订婚，玩笑盖过伤痕，在梦醒时分。云光光就地藏，夜夜中早已不忘，与曾经有手机妹同饮一盅，学会了不假思索，遗憾藏起了懦弱，是我们辞别的闪躲。饮水追光就沟通，明空追基地对梦，与晒更小姐出个几盘清风，我既让幸福临门等候，却叫做了门口。旧时光，借晚餐想找你对答案，你回应他强大，对了勇敢，庆幸爱能如愿以偿。他好吗？他比你果断，喜欢你是习惯，下周五晚上总是健忘，多幸福的我要结婚了。公公早陪同，一眼中早已把握，一寸阴有手机美，同饮一盅，如此再不停堕落，一桩天大的承受，我们没必要撕破。饮水春光就沟通，明空醉起大家，感谢感谢，再次欢迎龙祖儿、亚龙老师。我想特别谢谢这个节目，以广州为最后一站，能够在我这么熟悉的地方，我最熟悉的语言，然后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很喜欢的音乐，我觉得很开心啊！其实也是我们的荣幸。嗯，谢谢你们，欢迎祖儿姐。
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一季的乐派之旅，感觉东哥真的很不容易啊，非常非常开心。你指的是因为结束了开心，还是回想起这一段旅程特别开心？没有，从第一次来真的是我有一点点不适应，是因为他们四个小伙伴都是说唱，那个并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领域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四个从认识一直到今天真的太和睦了，我觉得节目组可能都没想到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变成了非常好的伙伴，真的你们能感觉到他们对我非常非常尊重。那是爱哥，我们爱你。是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啊，谢谢。所以有时候其实会挺不自在，因为我年纪比较长，所以我真的借这个机会感谢四位小伙伴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东哥，谢谢东哥，谢谢东哥的照顾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，又到了时间要跟大家说拜拜，现在是真的是再见的再见了。然后本节目呢是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联合制作的《去炫吧乐派》，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支持和喜爱，也谢谢现场你们，谢谢所有工作人员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好不好？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说实在的，每一件事情就感觉好像还像昨天一样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接下来旅程，除了我们四个之外，还有一个我心目中非常尊重的人——张亚东老师。哥，你知道我们有个任务是什么吗？把你变成 rapper。好呀，好呀。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旅游音乐节目。下乡记好重啊，他还有点那种户外求生节目。哇，我陷进去、啊、加油喽，嘿呦嘿，嘿呦嘿，感觉大家真的很累，很辛苦，实话好累啊。但是你想想，在疲劳状态下一首歌能让大家迅速有凝结力、啊、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一起冲天下，就战胜困难，保持出发，每一首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我们了解他背后的故事，去感同身受，去换位思考，他们几个年轻人身上那股劲儿很真挚，我也被他们带动起来。有心你就主动去做啊，这个职业真的是不容易。我们看起来像一家人。我说嘛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我们喜爱音乐人在一起，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开心很快乐。到这一刻我才真的有觉得我们节目这样做是对的。我现在觉得乐派就是我们五个人，我们四个小伙伴他们对我都很好，他们身上都有非常可贵的地方。哎，我好想跟他们聊三小时，你懂吗？是因为我非常想听他们说话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并不想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我就想听他们说。我觉得很怎么说呢？我天哪，真的是非常非常，亚东哥，东哥，东哥风铃，东哥要不要撕下这一件？亚东老师，亚东哥，东哥。慢一点啦，
走吧。Let's go！ 如果去《奥运》第二季向你发起邀约，你是否还愿意参加？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期待下一次的团圆，不要睡太晚。公公叫腿痛，你要重走一把网，一群英雄手机美同饮一盅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上微博参与去炫吧乐派话题讨论，分享你收藏的宝藏歌曲，关注去炫吧乐派官方微博，一键 get 节目高光名场面。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，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心社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指定问答社区知乎，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，新闻客户端 Zucker 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积木 APP 媒体支持，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新闻网、国际在线、北青网、红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。本节目由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联合自制。